找到，找到的谐音，又带点日式感。在大甲来说，价格真的是很划算，餐点也不错，有沙拉、披萨、松饼、意大利面。我们平日来吃午餐，生意很好，餐点现点现做，需要稍等一下。 Until 的就在站前国王商城的零路店面，很清新好找。早到咖啡馆地址，台中市大甲区南洋街50号，电话 04268-01768， 营业时间11点到21点，公休日，星期二。早到 FB 请按我。二楼还有 ID 打卡，墙布置也很用心。 Deal 的拿铁100美元套餐，饮料更换饮品可以折抵30元，奶泡细致，咖啡温和。 Deal 的位置上方，晚上还会亮灯。 Tilda 火烧鲜虾干贝面228美元，升级套餐加49副红茶，当日甜品点餐时，老板有先告知这道味道会比较重一点，非常的够味，辣度有感，虾子和干贝很新鲜，一旁有面包、南瓜汤及奶酪，吃完可以很饱足。 Tilda我们这天吃完烧肉咬蛋，先去早到咖啡馆后方的39号咖啡吃松饼，再来早到喝咖啡跟意大利面，后来又去日和喝饮料，觉得短时间有点充实。 Tilda 蓝色骑士 IGBLU119CHESE